我将将今天呢介绍一下雪国人生出了哪些新的武器。OK， 我们的 M416 静默归途这把金色的啊、哦、M416 秋分焦土策略矛盾回忆 A12 本灭之影，再来是我们的雪域迷彩手套，冰晶被击碎时会额外产生四个冰飞弹，还有靴子。火纹皮靴哦，玩家附近任意目标被施加灼烧效果，制作武器好了，测试一下假人，装下盟主，这应该算是，这算火的吧？没有。有解锁，命中 15% 几率生成异常威力，拾取后进入充能状态，最高40%。我的那个假人不见了耶！嗯，有可能要搭配我的衣服，那我是衣服是目前是随便穿。哎、欸，我试看这把枪。不晓得它要搭配什么东西啊？那我先试看这个配件啊。哦，它这个没有。OK， 我来测试一下哦，这把 MG4 矛盾回忆的伤害会是什么样哦？因为现在这把枪是完全没有升级的状态哦，就是只有做出来，然后加上一些它的这个模组，但是因为它这个账号它的这些配件都没有哦，所以就会比较看不出来实际的效果。好，那我就先大概测试一下好了，好吧？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动啊！不好意思，我更新一下，这把枪是静默归途啦 ，M416 的，它是冰冻的。哦，刚才是讲说用另外一把，对，那我先更正一下。我先用这个 M416， 他都不见了，不晓得跑哪去了。哎呀，我再装一个啦，不相信他不见，看哦。嗯，范围伤害，把一些假人删掉，看不到。范围伤害超强的，看看，来我试看这把矛盾回忆。
那我是把矛盾回忆呢，目前是搭配西部牛仔啦。那因为它这边很多种，我不晓得到底要选哪一种，先慢慢的测试一下好了。需要压枪，因为它很会飘。是不是要换别的？我试看火焰武器，试看炸弹好了。因为这个体验服的账号呢，不确定可以玩到什么时候啊，因为也离这个17号的时间也差两天而已，所以我觉得短时间内很难看出有什么差异哦。所以今天大概是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就是新武器的优势在哪里，它的外观还有它的特色哦，就是大概这样子而已。实际上有可能就大家在游玩的时候才知道说它到底优势在哪里。对，然后这个火纹皮靴呢，就是我现在穿在脚上，做一下这个去。做一下武器好了，刀有这个，白斑狗鱼，但是我缺白斑狗鱼，还有冰块。那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个电击棒的。OK， 好，现在来。对，这次更新还有出这个黑石套装，我看黑石套装在哪？OK， 这次更新还出了黑石套装，黑石套装在防具制作这里。黑石是这个，这里可以选其他，但我们现在没有。但它可以选皮革，非弱点免伤，生皮，饮水免伤，鳄鱼皮的，波战免伤，最大生命值。目前有的东西不多，我大概做一下。A 十，然后它这个也是一样，是上衣，这皮革可以选。哦，感到寒冷，糟糕 ，A 十裤子。下低温底下，黑石手套，产量提升，我来增加温度了，主要是温度。
兽皮。牛皮采集速度，狼皮，先把它扣出来好了。黑石的鞋子，黑石面罩。现在全身都是黑石套装，把外观关掉，等一下。黑石套装长这样，喂，这样比较好看吗？还行，还行。石套装，那武器有很多颜色可以选，看一下武器。这把没有，哇，它有动画哎，这把枪有动画。看到他好像手枪，手枪好像也有一些哦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天哪，看他这把枪也有吗？开关。哇，冰河沙音，是什么墨染？最后勇气哦，这个也是哦，这把也有吗？这也有动画，这边就没有了。帅哦！这边只有体验服才有办法体验这些氪金的时装、服装之类的。啊，暗爽一下。等一下啊，这把枪，左手枪。哇，握在手上也会有那种冰冻的感觉。冒烟，枪看看，帅。最后勇气，绿色的，耶耶，好了，先这样子吧。这个更新有太多东西要介绍了，先这样子，谢谢。